X43 对频教程，打开备胎盖，车辆上电，车灯呈红色快闪，上电10秒内按住对频按钮不放，直到车灯呈绿蓝快闪，车辆已进入对码模式。打开遥控器，点击进入遥控器设置，选择高级设置并进入，开遥测对码，车灯呈红蓝慢闪，退出遥控器，车辆重新上电，车灯呈红色常亮，对码成功。